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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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默默乐园今天抽奖活动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新的系列，这是世界纪录，这是海底世界。这个抽奖活动另一盒我还有两盒，其中一盒就拉出来拍视频了，有时候才不能压的盒子，这一大盒前有97盒不同的人仔，这盒这两盒是一个场景，这个是小白，这个是僵尸三叉戟，我们拿出来看看写啥。这两盒，这个是小白，这个是僵尸穿上的那个三叉戟皮肤就会变成一个小白，好像变魔术了。开包，哇，两盒，新装说明在包装的侧面。两包啊，先拆第一包。好，我们先拼僵尸公仔。僵尸公仔身体拼上，僵尸公仔的腿，僵尸公仔的手臂，头部是绿手臂，好，僵尸公仔完成。这个是三叉戟，三叉戟完成。接下来这个粉色的岩浆贴在这里，一个水流方块，还有一个水流方块贴在这里。然后这变成蓝色红色，这再变成紫色红色，这个红色红色有个感觉。然后再来一个稿子，拼在这里，两边都有。然后这装三叉戟。三叉戟，这个好像三叉戟。三叉戟中间先装高的一层。好，这里三叉戟的粉儿，放上。三叉戟的两边装
好，审查机关的估计在这，让它再动了，再动就会掉下来。好，有人。第二盒，先拼小白，小白身体。手臂，头部，头部是白色的。哦，小白完成了。这是金剑，拿在手中。好，我们先拼这个生物。这个生物是一个鱼。这是鱼的身体，鱼的尾部，拼成一个小零件，这像一个鱼的尾巴，这鱼的身体，这鱼的眼睛，眼睛是靠鼻子。天，好害怕！看在这，好，这个鱼，这个鱼也不轻。小白坐在鱼身上，下来找出水流状况，一个原始状况，还有一个水流状况。连在一起，让原始方块垫在一起。岩浆方块、原始方块，好，返回。我们在上层拼出很多配件，这个水流方块，还有无水流方块，海草，海草怎么这么大啊？太大了。鱼的面部还有一个这个装置，是鱼的面部，都装不上去了，那就这样吧。那坐在这一把小白，哎，那也不重就行，下来。海草，这个水流方块拼在这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先把这个拿下，垫上海草，这水流通过再拼上去。
再来一个十九分过，再来一个十九分过，垫在后面，是这一个。好，这个场景也完成了。放上鱼，鱼站在海草上吧。小白，小白坐在它的尾，这尾巴上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我的世界积木。就拼到这个，喜欢我的话就点击一下吧，也请来跟我一起免费听哦。默默玩具每天更新，拜拜。